我右边的白色头发有被撩动了一下，你的气息。然后来，现在是干嘛？等下，哎，为什么你拖一个人进来啊？是怎么？狼浩进来，我想说我也可以进来了。没有啦，狼浩被赶出去了。对啊。好哦。他跟我说可以进来的。谁讲的啦？没有。我觉得啦。老哥，我懂你要说什么啊。但你不觉得我真的很苦吗？可是我真的觉得小猫很可爱啊。很可爱啊。他很可爱啊，只是他傻啊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你不是当事人。你是当事人，你真的觉得。那个。喵。志明要砍我。我刀借你啊。你一定砍你他。我电击枪啊。不行，这个不能乱借，我真的无法。那我怎么我还要出去吗？他说他不能，我去把他砍倒了。他说他不能打女人，可是他不会打你，不用怕、啊。我来看一下、哦，刚刚湛蓝天空贴了啥？我来看一下，他贴了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养乐多现在认为小猫可爱的，不是，我觉得就是当时你知道吗？暧昧期拉得不够长，啊，双方对彼此都还没有到了解，才会变成这样子。我850去死。怎么了？哎、欸，小富。哎、欸，这我看过哎、欸。你看一下我轮胎，小富。哎。有没有看那个钱的符号？850去死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不能挑衅警察哎、欸，我觉得你们在现实有办法真的是挑衅警察吗？你懂吗？啊，我懂啊。而且可爱没错，但总不能用可爱女生就把她的错合理化吧？对啊，对啊。而且她也不吸取教，她都不吸取教训的，你觉得？这可以吗？因为他不跟我好了，他跟任何男的都一样，任何 everyone。嗯。而且他都不懂电通啊，你知道吗？他问题就是不懂电通啊。他不懂，你可以懂啊。我哇。好，我知道。现在我知道你要讲的意思，也知道我应该要。也不是我应该要啊，哦，你是不是希望我挺你啊？没有要挺。我跟你讲、啊，他抱怨他的事情，我也没有挺他、啊，我都也有帮你讲话、啊。我没有要挺。对啊，我这是站在中间人的立，嗯。我只是当做一个，把闷说出来的一个方式而已。对啊，我有听啊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他整天说老板娘，那为什么？我也可以说他整天跟小夫啊，整天跟半夜跑单啊。那他也只会跟你讲说我们是好姐妹啊，他也只会这样讲、啊。对啊。那我跟老板娘只是同事，那为什么他就可以合理化说什么？哦，你跟他有一腿，那我问你哦，小猫是不是你的初恋？你有没有交过女朋友？里面初恋是第一眼看到老板娘，但对他没感觉。那个叫做一厢情愿，不是初恋。对啊。对吧？那小猫是初恋啊。对啊，你们要在一起过才会知道女朋友这个东西是什么妖魔鬼怪啊。他是啊，他是没错，他真的是妖魔鬼怪、啊。女朋友就是这样子啊。你要不要看一下套套跟依依更恐怖啊？我知道依依不是动不动就那个卡来出来。对啊，一个是动手动脚、啊这个、这个也不差，这个是拿刀拿球棒啊。你有差、啊？也没有啊，都是妖魔鬼怪。不会啦，你相信我，他至少是小妖魔鬼怪啊，依依那种才是大妖魔鬼怪啊。你知道他有时候那个他会有一个转变，然后有一个、一个性格上的转变，他那个你可能没看过啊，你看过你会怕。哎，我看到了。嗯，你们好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再一下下。再一下下，哦，你是不是想多多了？哎、欸，
等下就进来了、哦。没有哎、欸，我觉得他真的是想你了啦，不然就是好奇心太重了啦。觉得如何？我真的觉得我认识小猫不多啦，因为每次他来医院，当时都只是进来一下叫我名字就跑出去了。我现在只是担心他那个疙瘩会越变越大。不会啦，而且我说出来也不可能啊，他今天太累，而且明天说他当成吵架，我不想讲啊，我这个又不能放着。就女生闹脾气吼，你真的很不懂女生欸。不是啊，我不想讲啊，但是这个放着绝对会出事啊。我晚点买一本叫做《女朋友》的一本解说给你看，要不要？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你知道翻开都是什么吗？我黑的吗？都是白纸啊！一本足足有300多页的，翻开全部都是白纸。那这个到底在看什么？所以你不懂女生啊，300多页写不完啊，懂意思吗？嗯。你是不是想养乐多了啦？对啊。我们说完了啦，我们说完了。好啦好啦，没事了。有点久。哎、欸。你到底谈什么？你。好，下次跟你说，你先出去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出去了。哦，没错，小心哥，你跳一下，你跳一下。不要。有蟑螂啊。没关系，它很可爱，我趴下。真的吗？没事啊。哦。聊什么、啊？那你自己一个人在这边、啊？哦，没事。刚刚咨询完，有点头痛。啊、哦、哈。哦，还是删不掉哎、欸，轮椅坏掉了。对啊。唉，为什么要当兽医？因为看透了人间百态啊，觉得动物比较可爱。人太恐怖了，这才想当兽医啊，懂了吗？这才是兽医的由来啊！挖开人心都是黑的啊，只有动物是最坑劲、最可爱的啊！哇，好多车哦！有一半都是我给的，对不对？修车厂其实已经不错赚的啦。修车，修哎坐哎哎哎小五，哎小五你怎么突然站在我前面啊？我刚刚就来啦，学姐。真的假的？你刚刚那个伪装术太厉害，我完全看不出来，你待在旁边。哇，学姐，我想说你们怎么这么多人？我帮你呼呼啦。那好啦，你帮我呼呼一下。来来，阿哥亲自来。嗯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学姐，我好啦，我好了。可以算非法群聚吗？啊，我被亏了。阿公，你讲公大屌。小五要不要去洗个脸？怎么啦？不用啦。跟小五这么好。福女哦，我跟你说啊，在这里转钱最快的方法，就是找一个凯子啊。凯子，阿公啊。然后。阿公，不是在找第十四房吗？收了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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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公，阿公，当孙女就好了。你这样还可以。再生一个哎、欸！我对比我小的没兴趣啊，哪一天有哪个100岁的进来再说啊？谁会比你大？不是你下午还是不是还有小猫啊？等一下，你找一个凯子啊，那个凯子，然后每天陪他聊聊天，每天那你就每天哭一下，然后那个说要吵架，然后说要复合，然后说怀孕，说失忆、啊，就可以赚到很多钱了。你自己看那个依依，他叫一个叫套套的，马上就准备200万出来了。你不只可以买房，你还可以买车。啊，为什么腐女要钱啊？还要买房子？他想买那栋400多万的、啊。怎么全部人都跑来了？啊！怎么大家都在这里讲、欸、大事？好像小心看，越来越大。买房是小事了、啊。没有，我只想跟你说，我把监视器关掉了。啊，你们是讲了什么？你关了，我还没关哎、欸。对，没关系，你跟我讲，你们刚在里面讲。你在垃圾桶里面啊？啊？哦，我们刚讲什么？对对对对。
觉得他有点心胸不够宽大啦。我知道啊。然后主要也是你们女生有时候自己说的算啊。嘿。对啊，有时候你要多体谅一下多多啊。我知道啊。你要站在他的角度想啊。嗯。大概就这样啦。他就一直回圈说以前发生的事情啊。对，他会一直 loop。对啊，我都想回他发大财了。我没办法，就，唉。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啊。我也是跟他讲说，我不会劝人家分手啊。我知道啊。对啊，因为受伤受比较重啊，而且还是经不起教训啊。我说我啦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你刚刚一直真的是很好奇，还是太想养乐多啦？我一开始是好奇，后面就是觉得有点太想他了。然后你就关掉监视器，打开监视器。哦，对啊，对啊。好啊。怎么了吗？没有啊，还好都没有乱讲话。你乱讲话？我说我，对啊。哦。应该是没事啦，你就是。以后提到就是像老板或阿林这种东西，你就是不要再跟他提到啊。嗯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啊，这样你提到这个事情，两个边都痛啊。嗯。啊，别人提到的话，你就是不要讲话嘛。嗯。对啊，像刚刚阿公也在那边讲说什么，你两个之间的事情啊。嗯。我差点拿棒子去捶了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对啊，只是捶下去，搞不好就是。我人间就我就人不见了啦。啊、对吧？没事啦，没事。好啦，你也加油啊。嗯。你有没有为他改变啊？他刚刚一直重复这句话。唉。改变，我说，欸、你知道我刚刚自己都觉得讲最厉害的地方就是。你说。他一直说你没有改变，对不对？嗯。我说他一直要，欸、他就是说。你一直要为他改变，改去哪里？我跟他讲说，短时间内一定没有办法改很多啊。你看看你每天戴面具，他不是叫你改，你都没有改啊。然后他说、oh. 啊，也是啦。哎，怎么啦？没什么、就是，早点休息啦，不要想太多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不要想到梦里的事情啊，都过去了，都醒来都没了啊。没有过去啊。好啦，去找他吧。嗯。本来最后出去散一圈再休息吧。好。啊，不要吵架哦。他问你什么，都好好说话哦，不然他又说你找他吵架。我没有找他吵架。好啦，好啦。好累哦，怎么那么累？听那些抱怨真的是需要有另外一个人听我抱怨呢、欸，不然我都憋在心里。欸，改天可能要换我抱怨了，我觉得我憋太多事情，可能不要人家。因为你知道那种听人家抱怨听久了，自己负面情绪会跟着起来啊、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啊，所以可能需要有人换我抱怨。嗯，我可以听你抱怨啊。啊，改天啊。啊。欸，等我，等我。干嘛？为什么英靖姐不说话、啊？我感觉被英靖姐整嘞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换这一套？原本那一套明明就很好看。咦呀、啊，你过来啊！有啦，我跟他说，他一个女生身上没钱，我就给他五万块，然后他就收了，之后又再跟我要五万，我说我不要给他，他就凶我，他就说随便，然后就开车走了。啊，我只是觉得他这样的态度，我就觉得那我干嘛给他五万块？我还自己知道要不要给他五万块、欸？看一下，多多，你要跑山吗？对啊。哦，那这样就没事了，你还我五万，我就没事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姨，你说你银行还有多少钱啊？如果帮他包一下，也没有玩家。小心跟着干嘛？绑鞋带啊！
是吗？对啊。你是不是偷吸啊？没有啦。干嘛？你不要。我在绑鞋带。哎、欸，你不要。你问腐女，你问腐女。豆腐好不好？他刚刚是不能弯腰，我帮他，我帮绑鞋带。腐女，你是不是你是不是缺钱？那我这五万给你啦。五万为什么就差一点点而已啦。金姐，了解了解，帮我一下。对啊。去哪里捡到的五万？你有办法买枪吗？你们的枪？我有啊，你要干嘛？有什么东西？缺一把枪，跟你们买一下、啊。他到你做什么？那我们卖你枪是会卖比较贵，这不是我的车啊，这是大炮啊。都卖我8000啊。哦，大炮。哎，马杀鸡，我们的车嘞？你要哪一把枪啊？不知道，我海上我就没看到。大炮，你解锁了，我帮你移车好不好？大炮，我也可以啊。好好。哎，怎么了？可以吗？对了，怎么了？西西都卖我8000啊。哎，我今天心情很好，我送你50000，你要吗？好，我要。送我送我。那你等我一下。这样会不会旁边的人也开始？不会啊，我只送你，我只送就是我喜欢的女生，她对我态度好的我都喜欢。学姐，那你喜欢我吗？没有啦，我要、小五，那我给你，就一般的战斗手枪而已啊。啊，好啊。没有，我觉得学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他现在是故意，他故意在。他们找我麻烦吧。是啊，我这台的，真的哦、你藏在那边。你这个有这台，还是我等一下重新一下？好像没有用啊，最近都这样啊。对啊，你我差一点点，要不要借我？垃圾桶满了，还是需要倒掉啊。你不倒掉的话，囤在那边，垃圾桶也会爆炸。一起分担一下。哎，我刚就是，我只能靠开台抱怨了啊。你们就是我的垃圾桶啊，我就只能找你们抱怨啊。对，今天该抱怨的也不抱怨了、啊。你拿那个阿公，你放下那个。我也喜欢帮助弱势，那我也帮他一下。你再说一次多少钱？我可能就之后隐居起来吧，就躲在很偏远的地方，然后就是在那边，可能等吃的没有了，再回乡，不吧，回城市里面补给东西，然后再回去隐居，做着隐居的生活、哦，不然就是一直当屠夫卖鸡杀鸡这样子。然后得到人生的第一桶金，但说不定你马上变鬼刀手。可是那样只要有很好的车子，而且我的天哪、啊，那有很好的车子，你这样速度卖钱的才会快。不然你其实我那天不是做裁缝吗？我来回跑一趟，这样算下来，我在医院发带的钱都比做裁缝还要多，自给自足。对啊，可能就是当渔夫吧，也自由啊，没有上班压力，而且我可以开台画画，然后动不动就去车库聊天啊，耍废啊，对不对？车行好赚？不会啦，我不想去车行，钱。主要不是赚钱问题啦，是那个你买房子之后要还我50000啊！啊，50000，好啊，阿公借我是不是？车行哪里一条心？车行两条心哦。而且我不想有那种业绩压力，你懂吗？可能今天老板问说你有到底有没有载客啊，有没有收多少啊之类的那种，我不喜欢。啊，你做医护也不可能说，啊，你今天有没有业绩啊？我靠！业绩是靠自己赚来的吗？你知道在地上摆一些火箭筒还是什么去赚业绩吗？对吧？渔夫就变成三天聊两天再亡。对啊，就是你想到就出去捕捕鱼聊聊天啊。对啊，啊你还找这种去讲去撸商店？你是不是他找我撸？不是我找他撸，我没有想撸啦。哎、欸，是你有蟑螂，看到他就想撸？没有 啊, 啊，看到他就充血，是不是？他还跟我说抢超商的绑人质，我想怎么玩，怎么搞？不可能！闹赛姐妹，闹赛姐弟啊！对，闹赛姐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之前警察有那个地刺，我就说那可不可以那什么，那个修车厂跟警察买地刺。然后就在地上摆到爆胎之后，
对不对？爆胎之后就可以赚一笔哦 ，perfect。好啦，哎、欸，我要关台，我等下去剪影片了。好啦，感谢各位收看哦，我真的要关台了，今天不会太晚。明天啦，明天阿米哥玩应该就可以玩一下。而且我也讲啦，我最近影片收益很低，搞不好我也快穷死自己了。我就觉得蓝椒跟小金。好啦，各位晚安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有啦，今天有多一些新人呢，啊，有其他台的跑过来聊天啊，感谢你们啦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感谢海鲜浓汤。